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呢是一个我们两个很期待的一个环节的一个活动，那就是今天我们要给 baby 游泳啦，然后护士呢也要教我们怎样跟 baby 洗澡。我是最期待他游泳那个环节啊。其实 baby 游泳啊，我有看过一些 video， 新生儿他们会带一个泳圈在颈项那边，然后整个浮在那水上面这样。我期待他等一下那个样子，我觉得等下还是在睡觉，我一定会很想笑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走着去那个婴儿水疗室。你觉得等一下他在游泳的时候他会睡觉还是醒？我觉得他一开完这个时间点他在睡觉，没有，他一开完他的那个包的他就会醒。说，就是这里婴儿水疗室，他在里面了吗？哦，还没有在里面，可是那边已经 ready 好了他的那个泳圈。我们的 Audrey 要出来了，可以要出来呀，我在这边。Hello， 嗨，你在冲凉了？洗澡，洗澡，准备。哇，他的泳池。哇，已经准备好他的水了。Hello， 水明嘟噜。然后，曼迪是你。啊。这是他名字。对啊，我很期待他游泳了。那泳池。没有，我说拯救他的，给你不来干。他。怎么叫？他。再给他一点。给。OK。游泳了。游泳了。OK，OK， 这个温度 OK。哇，做 SPA。OK， 对他耳朵这样子。OK， 好 ，OK。哎呦，享受啊你。嗯。Hi。Hi，Audrey。发呆啊！你喜欢游泳啊？以后带你去学游泳啊。OK 吗？这个样子。好了，可以起来了，不要游那么久。嗯，亲嘴巴。你应该是输大便了。不。拜拜。走散了各位啊，今天是隔一天了，然后呢我现在是刚睡醒不久，还没有洗漱，所以我的头发就很乱了啊。然后刚刚呢就那个护士呢就进来这边，就要帮 Cherry 做一个foot massage， 然后是他拿一个机器这样，然后机器是可以按摩脚底的，就是这一台，然后呢里面就是放温水，然后它里面是可以按摩脚底的。Cherry 在睡着午觉，因为客服其实已经有通知我们今天有这个 foot massage， 还有通知，可是我忘记掉，因为我们这个配套哦就有很多那些长康服务，然后这个也算是其中一项服务里面。
面呐、啊，然后就是每一个这边坐月子的妈妈，他们都会有包括这些所有的产康服务在里面的，所以他的服务有点多，多到我们不懂哪一天打哪一天了。然后前面还有几项的那个产康的运动，还有产康的修复那些东西，我们还没有去。Cherry 还没有去做的 ，so 包括什么啊？包括内脏梳理啊，还有什么了？忘记了，就蛮多了。所以呀，所以今天就是这个脚底按摩。OK， 现在到了下午的时间，然后刚刚护士呢就把 baby 送来我们的房间，然后我们刚刚发现 baby 现在他的脸上啊开始长那个叫什么新生儿痤疮。是吧，应该是叫痤疮，新生儿痤疮，然后我们就看了有一点心痛，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当父母的那种心痛的感觉，就是连生个痤疮啊我们都看了啊 cannot die 的那种感觉，可是其实不多啦。然后我刚就去做一些功课，就是新生儿生这种痤疮是不是正常的，然后其实是很正常的，然后我要看很多其他的 baby更夸张，就满脸都是那种，但是它是一段时间过后就会自己消掉了，这个是一个新生儿一定会有的一个东西来的，过渡期啊，它的一个过渡期，就好像新生儿会有黄疸啊，然后新生儿会有这个痤疮啊，其实是一个必经之路来的啦。然后就给你们看看 Audrey 他在脸上的这些痤疮，在他的鼻子这边，他现在睡觉。然后昨天哦，我去小红书，我就看到新生儿可以给他们练习那个什么视力啊，然后是用那个黑白卡片来训练他们的视力。然后我就原本想要去买那个黑白卡片来给 Audrey 看一看的，那你知道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东西哦，月子中心哦，他们一早就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一点哦，我觉得必须要给到我们一个赞哎，我这个是蛮惊讶的，就是原来一早以来哦，他们就已经把这个黑白卡片粘在他的这个推车的左右两侧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是白色的，还有这个side是黑色的，所以哦，我那天原本想要买的时候，我就突然间发现到，哎，我突然有一个印象。在他的推车左右两侧，我记得有这样子的东西的，原来那个就是黑白卡是有作用的。我原本以为它只是一个装饰而已，然后哇，这个我觉得我有被贴心到了。这个就是他们，月子中心他们连这一个都有照顾到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意外的。哎呀，笑哎！他笑哎！喂，你喝啊？来，来送月子餐。现在打包了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Another lagi. Another lagi. Thank you. 他们每天这个时间点就会很准时的送晚餐来。然后晚餐的话呢，这边爸爸是还有爸爸餐。现在他的儿童餐还没有喝哎。他跟我笑。谁？我。你们看着谁？只想要睡吧。睡觉狗一样的开着嘴巴。是啊。你们看他脸上啊，鼻子那边的，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新生儿的那个痘痘。现在我们要给他亲他的嘴巴。嘴巴有那个白色的东西。早安啊各位，今天我们又要去上课了，但是今天上了主题是婴儿的护理，所以今天我觉得应该主要是去学怎样帮 baby 做一些平常的护理啊，比如说剪指甲还是涂 lotion， 应该是这一种吧，我不确定啦，等一下去上好课先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今天的主题是新生儿的护理啦，然后他们这边呢是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的，然后他们会给一个时间表，一整个月的时间表来告诉你今天会是什么活动，就是这个时间表啦。那就是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写好在这边哦，就
是第一周，然后会有什么中医师是每个星期四会过来的，中医师，然后每个星期六都会有小儿科医生这样子哦，然后有常康运动啊，上次我们就做这个包包的安抚奶嘴链，然后还有课程是专业导师教怎样处理紧急呛奶，还有母乳常见的问题，这个我们也是上了啊，今天上的是这个婴儿护理 ，yes， 婴儿护理。然后明天呢就有做这个母乳手工皂，就是用母乳来做那个肥皂啦，啊，所以它全部是写在这边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出门去上课啦，快点啦，老板娘迟到我咯。OK， 上课啦，婴儿房，我们现在要进去活动室。哇，很多人在里面了，进去了，没有位置坐，你看迟到哦。OK。擦干头先。OK， 刚刚就第二次，那个护士教我们怎样跟 baby 洗澡，然后呢就已经帮 baby 洗澡完了啦，然后。我上一部影片呢，就有一直跟你们讲说，带你们来看看这边楼下的 facility 的环境，然后现在就带你们来看，因为现在太阳很猛烈，然后 Cherry 呢，他就可以陪我下来走走散散步，不然的话，他是不可以在什么下雨天的时候就最好不要出来啦。然后现在天气很炎热，然后又没有起大风，所以就下来走一走，因为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认真看到这边的。facility 跟这边的设施，所以我就带你们来看看一下这里的环境，真的是很爽。OK， 这边呢就是它的泳池，然后我们的房间就在这一层哦，这一层，所以一下来一楼哎，这边就有泳池，然后这边呢就有 gym room， 走，我们去看 gym room， scan 一下先，走呗，那你去看看这边的 gym room。很爽一下，这边呢，它是一格一格这样子的，这边是全部跑步机，然后这个就是举重，哑铃在这边，然后这边还有茶水间，还有毛巾，挺不错。OK， 现在带你们去看它的 lounge， 就是这一边，来，给你看一下它的 lounge。Let's go。它的 launch 啊，是每一间啊，每一个格啊，都是不一样的风格。看，这个是这样子的风格，然后这个又是不一样的风格，然后这边呢又是不一样的 design。我那时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也是有被 surprise 到，就是每一个位置都不一样的色系，不一样的风格。然后上次小明他们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去楼下买杯面，买一些零食，然后坐在这边黑聊天，这样哇爽哦。OK， 现在我们来他的游戏房。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有人在打这，所以我们打不到。哇，还有冰棒耶！哼，不吃嘞。看，还有我还有在玩这个，上次我才跟小明玩这个，我打来打去，乒乓，还有游戏机，这个是玩那个King of Fighter， 然后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也是游戏机，然后这边就是桌球咯，不错了，蛮舒服一下。OK， 因为 Cherry 等一下4点有一个胸部按摩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去了啦，因为要4点，还是你要我帮你按？到了。OK， 各位，今天是隔一天了，然后拍摄我穿回一样的衣服，因为昨天也没有什么流汗，然后加上我的衣服呢带来月子中心的已经用完了，已经穿完了，所以我等一下要回家换件衣。然后 OK， 这个不是重点是。我现在人出来啊，外面的 pharmacy， 因为我要去买那个，给 baby 擦在他屁股 ，for 那个尿布疹的那个药膏，因为Audrey 他的屁股哦，现在就生了那个尿布疹，然后我就有去做一些功课，就是大部分的 baby 都会有这个情况，就是他们都会生这个尿布疹，
然后只是 Audrey 他的这个情况，稍微比较稍微比较严重一点点，就是他已经开始长一粒一粒红红的，然后就是蛮大力这样，所以我就询问了儿科医生，就有建议我要来pharmacy 里面买两种药膏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去 pharmacy 买这个药膏。我现在终于明白那种当父母的，就是 maybe 一点点事情，就是那种会心里很不舒服，会有心痛的那种感觉，我现在完全体验到了，这就是做父母的那种心情，所以我不行了，我现在要去 pharmacy 买药膏。The one I got different brand. Can I have a look? Wow, 看看谁来了？哎，你一个人没？五个人吗？我在里。Hi. You 还好吗？耶，上电台，上电台。耶，上电台。哇，还有礼物收啊！我就飞那个 server 了嘛，然后我就想，这样早啊？刚好撞到你们身，会不会我飞的时候你们就摔了？结果真的是、哦，真的是中哦！我们也没 expect 到这样早了。哇！他都很穿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嗨 ，Hello Hello。这个不是主角的话，可以走了。哇，各位，今天有一项很期待，很让我期待又很让我兴奋的一项活动。什么活动呢？就是 baby massage。我也蛮好奇到底是 baby 的 massage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有这项活动啊，这项活动呢就是有包括在这个配套里面的，就是那时候有拍 baby 游泳嘛，然后有教我们帮 baby 洗澡，然后今天呢是 baby 的按摩，然后等一下护士呢就会带 Audrey 过来我们的房间，然后在这边帮他按摩，因为今天那个本来是要在那个上次他洗澡的那个房间那边进行的，但是今天那边有其他的妈啊、有其他的妈妈在跟 baby 学着冲凉，所以今天那个 baby massage 护士就会带进来我们的房间这边进行啦，所以应该是多一下子就要到了的。哇，我是想看到 massage 的表情，他的样子。嘿嘿 ，baby 来了。嗨，哎呦，他的那个脸上的斑驳比较 OK 一点，有新了啊。哦，原来 baby 的那个 massage 哦，是要帮他做那个排气操的意思，就是帮他massage 他的肚子啊，然后他的身体啊，给他排出那个胀气。So 今天是要教我们怎样帮 baby 做这个排气操，原来这个就是所谓的 baby massage。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大人的那种 massage， 也是我想多了，但是今天这个更好，可以学怎样帮 baby 排气。因为新生儿是很容易肠胀气的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实用的一堂课程，所以我等一下就好好专心学习。笑，嘿，嗨 ，Hello， 表情包，乐笑哎，嗨 ，Hello。做排气操了啊！OK， 好了，放屁啊！该我做了一次啊，放完一粒屁，然后等第二次就没有了。OK，baby。回去了啦，回去他的 baby 房，然后护士他们要先喂他喝奶，然后呀。总结就是，原来 baby massage 呢，就是帮他做排气操。然后刚刚呢 ，Cherry 有帮我拍，我帮 baby 做那个排气操，然后他也成功，我也成功让他放了一次屁，然后第二次就没有屁了。然后护士帮他做的时候呢，他好像放了三次，他放了三粒屁。然后护士间主要是教我们怎样帮 baby 按摩他的脚啊，按摩他的手啊，按摩他的脸部。
然后啊，护士也有讲，如果我们过后忘记的话呢，也可以去 YouTube 找一些教学，因为 YouTube 很多这样子帮 baby massage 的 video 的教学。所以呀，还是一样哦，第一次帮他打嗝，他的那个成就感，今天跟他做排气操，他的那个成就感，都很爽，懂吗？我不懂 Cherry 该帮我长肌的时候是拍到怎样啊，哈哈。OK， 所以呀，所以今天我又再多了一项技能，就是帮 baby 排气。Yes， 刚刚呢就 baby 做完 massage 了，现在要到妈妈做 massage 了。可是今天的 massage 不是一般的 massage， 今天是做那个腹直肌啊，腹直肌，让我看到一次啊 ，double confirm 一下。他其实是做两个东西，要从四点做到五点半，总共需要做一个小时半的。其中一个是这个腹部按摩 ，OK。腹部按摩是针对腹直肌分离，因为腹直肌分离，所以导致肚皮松弛，所以今天呢就要做这个的长康，所以呀，今天我就在这边陪他做这两项长康护理，开心吗？今天我可以陪你进来，是有点开心，那我带你来看看你中午吗？因为之前我是不能进来这边的，因为有其他妈妈也在这边按摩，所以就比较隐私的东西啦，所以男生就不方便进来，但是今天没有妈妈，所以我可以进来陪他。点东西，点东西啊，痛啊？痛，我觉得痛才是有效。所以是痛啊？它不是痛痛啊，是酸酸的。总是有感觉就对了啦，很好啊，这样子，它不是那种轻轻揉来揉去这样子。轻揉我就很不强。是哦，很好啊，这样子，这边的这个氛围啊，搞到我想睡觉。像我平常去做飞秀一样，就是开这样子的音乐催眠，这样舒服这样，然后还有这个